泪沟呢，其实就是眼袋下方出现那么一个凹陷，这个解决方法呢，可以通过注射玻尿酸来解决。当然了，玻尿酸本身是很安全的，因为它可以完全的被人体所吸收掉。那多长时间能够消肿呢？一般来说，刚打完的时候，大家能看到一个效果，毕竟有个针眼创伤，这个稍稍有一点点的肿。第二天呢，是玻尿酸一个清紫，一个水肿期，这个也可以让它减轻一些。通过我们的做做冰敷，或者是少喝一点水，也可以让水肿轻一些。过了3天之后，我们可以做做热敷，热敷呢也可以减轻肿胀。所以说，一般3到7天水肿了就可以恢复。